啊好啊，我们今天呢要玩之前玩的古墓奇兵，因为现在时光的很少，所以呢这边会多时光几次的样子。是，作为曾经 cosplay 成罗拉的女人，有什么特别感想吗？讲女人好怪哦。啊，不要讲什么。的感想是，就是对于这款游戏，你有实际玩过吗？嗯，那你有玩的很深入吗？没有啊，我就现场试玩而已。那你认为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其实真的要说起来的话，不会是我喜欢玩的类型。嗯，因为太难了。也不是说太难呢，就是有点乏味，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跑跳打，跑跳打，对，然后解谜，然后 QTE 啊，解谜啊，找东西，然后收集材料，啊，改装武器，只要你每次讲话上面都会有你的那个，对，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到底是，就是可能就是你的标志吧，真的，只有我有哎，就跟我的太阳眼镜差不多，对不对？嗯哼，对，因为以后只要你有你的场合，就会出现奇怪的图标志跟图案。例如萝卜，所以你的太阳镜如果拿下来的话，就不是等于就不是你了，就比较没有这么特色了。真的吗？你拿下来我们看。哎，你平常在家里实况你会戴墨镜吗？不会，白痴。你等下就这样子实况游戏好了，我们看一下。就现在吗？呀，这样可以啊。你一定要戴在头上吗？不然就会觉得你不能，你不要，请你不要营造一个在夏威夷玩古墓奇兵的感觉。可是真的是蛮亮的。哎，这个房间其实你有没有去过那个棚吗？嗯嗯，那边还有另外一个棚，超热。为什么？因为那边更亮。我不知道，我觉得那边的打灯可能没有照东西还是干嘛，那边超热，那边冷气开再大还是超热，所以我其实我个人蛮喜欢这边。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只要这个拿下来我就很不舒服。这边还好吧？所以你喜欢它放着就放着，没玩。好，那我们就。有人说你把墨镜摘下，好像没有把眼睛张开一样。来啊，不行啊，不要吵架是不是？啊，我是无所谓了，我真的没差。OK， 好了，我们这个进游戏画面来玩这个，因为它进度好像大家都玩过，就不是只有我们玩，所以这进度跟我们上次玩到的地方不一样。然后我不知道这边是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干嘛。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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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已经有五十年之久了，看来法门似乎坏了。好，那关掉它吧。经历这次攻击后，可待不起就结束。有人说放下来太可爱了。没关系，真的啦。不戴眼镜的儒大，有屁事。右边的大叔是谁？请问这右边是谁？卤蛋怎么没来？我这样就死了，这功力太强了吧？这有没有什么投掷物品？没有。啊！太臭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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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我已经不知道前面到底在干嘛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玩一玩，然后进展那么快？他们礼拜几也有玩？不知道。把它烧死吗？那只是一个烂瓶子，而且好像没有敌人了，就这样。把射死呢？我射两发死光了。我的眼睛！救救我！哦。救救我！我拯救墨子！看我怎么救！把他杀个痛快！啊！被救了！啊！好了，我就这样救了他，应该没关系。他会感激你的。真的，我杀一个蘑菇 ，mushroom。冲啊！所以现在要干嘛？我们要在敌人身上寻找蘑菇。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玩到哪里，我不知道他们的进度是什么，随便啊，就是有什么玩什么，能要做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另外一个烂瓶子。而且我现在可以站起来，给你试着当炉王，太好了。现在站起来应该都死光了吧？那乙满，什么都满。哎，卤蛋，你手机借我一下。因为我没带手机进来，我拍个照。拍下戴墨镜的样子。哎，要怎么开？啊 ，OK。哎，帮我拍一张。嗯，这个吧。草还扑浪嘞。哦。可燃烧障碍物。哦。我可以开这个吗？北极。
可燃烧啊，我要怎么烧？我有火吗？我有火吗？烧有啊，那个。我要上去，哎、欸，这是什么？这怎么酒瓶之类的？我应该可以爬上去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我太酷了。啊，对，有火。哦。嗯，怎么样？什么嘛？大坏了！啊，丢过！啊哦，怎么了？啊，就是爆炸，做错事吗？就是那边被烧，我就是。哦，敌人来了啦！干什么？关我屁事哦！啊！快死！你在玩刺客教条哦！快死！照片你就炸房子了。哦，原来旁边有油桶，浪费我子弹，然后直接打在油桶。没有，下面的是枪，枪超大声。哎、嗯、呦，哦，他这一代穿的比较招摇哦，红色的。他衣服应该是可以自己换的吧？我不知道。换啦。康斯坦丁也在这里，他就是那个在叙利亚上玩中文版玩到现在。对啊，所以他们之前也玩中文版跟着玩嘞、欸。我以为他们会跑回叙利亚，最好玩的。我似乎一直都会碰上这种宗教狂热分子，但我想这一部分也跟这次的问题有关。毕竟还有谁会去寻找长生不死的秘密？他的手下在无线电上提到一个握有情报的囚犯。哎，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之前遇到的。哎，这样，学已经点了吗？没有，我想，我以为那个是那个已经学起来的技能，然后我就随便按，就把我学下去。没关系啊，搞不好是很有用的。不管。你要先升级弓箭啊，还是什么？有兔子。是啊，物品啊，弹药，都可以制作，没差吧？装置，我什么都没有啊，做屁。武器，弓，我就一把临时长弓，不想升级。要去收集。手枪，响尾蛇，手枪也就三把。斧头，攀爬斧。装束，皮夹克，探险队夹克，攀爬斧。攀爬斧我用干嘛？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就一个烂弓哎。弓不能改装吗？可以啊，可以啊，那把它改强一点呢、啊。这好像都改上去了。没有吧？有哦哦，对，有需求、啊、需求花费。算了，就这样。为什么改那么多还是看起来很破烂啊？就是初期而已吧。那是初中期。什么叫中期？就是超级初期。死兔子！杀兔子！啊！好蠢哎！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杀兔子这样杀哎。干，是不是千刀万里杀哎？行不行啊？你个潇洒不？出来出来！雪地中的潇洒不？哇！开玩笑。神枪手。哦，有兔肉吃了。神弓。超会射。拿到一个兔皮。有屁用？这兔皮干嘛？应该给你拿兔肉吧。这是干嘛？营地，挖个坑把它埋起来。没事，想要挖个坑。好，不知道要干嘛，就随便找地方走。那样一定会被发现的，必须从其他地方进去。为什么这么喜欢自言自语？在那边。哦。整个生气，哇，这个放松变超。
那是不是敌人？别开枪，盟友不是你的敌人，我不是你的敌人。原来是同他机。哇，到这一代还有同伴呢，真好。不想理他。他应该是可以跟他接任务啦，可能就是对一些小任务的。不理他，我想要进来了。我已经来了。德文。哦，地上那个亮亮，那个有亮亮的。捡啊，就是一个子弹。我啊。我捡掉了。超佳，他整个超低头走路哎，那个罗拉。一边移动一边看手机。虽然少了燃料箱会拖慢他们的行动，但仍无法阻止他们。是谁？那些之后再说。你如果想要答案，就仔细听好。我们成功摧毁了老旧的无线电塔台，但让他们保持通讯的中继器还在。我们得关掉那些东西。协助我，后面好多我就会让其他人知道你可以信任。后面兔子好肥哦，我会留意的。他还送我开锁工具。我们没多少时间了。哦，我们没多少时间了。非主线任务。哦，这个是支线。我要去哪里接？那里绿绿的地方，打了个死兔。有松鼠哎，要不要挑战高难度的松鼠？松鼠太小只了，有点难。对，它会瞄它就跑。哎，有那个吗？大，很会跑哎。你先找跑。所以其实它也不太需要吃，也不需要吃东西什做人越来越讨厌，出去再开始讲他坏话有吗？你刚说什么？我说你们两个怎样？北七北七，你可以再说一次。我们就北七啊，北七意思等于霸气。不是，我只是纯粹认为你是北七。北七，你才北七，你全家都北七。你们就是北七。90-3，你就90-3就北七啊！我们的装备，84+3，就北七啊！北七，北七，看你真没看到这种北七的。没有，我怕你数学差，我帮你问一下。北七。就北齐，哎，你怎么刚刚走？喂，刚刚那个不对吧？我吸回去呢哦。刚刚那个，它现在有自动吸引的。太扯了好吗？哇，不够高。爬了这么高，应该可以用那个攀山的敲下去吧？这个吗？不知道，可以试试看。这样可以，可以。哎，有观众叫我问你内裤的颜色。看他多爱说北七啊！对啊，戴总连讲三次，87。你要把自己突然想要讲一个。87。那边有个蓝蓝的。软软的那灯吧。药草老箱子。就是木材的。材料。哦。哇，这里真温暖哎，住在这好了。哇，幽冥古墓，还有书可以看，开个鹰眼，就不知道看有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烂洞，好穷，是一个洞。这洞意义是什么啊？就是一个住家的概念，来拿箱子而已。有没有地图可以看啊？像是没有。然后呢，我又回来了，是不是？附近有飞古墓哎，我们还结巴。是可以去啊，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啊，有个讨厌鬼又进来了，哼！这气。你干嘛？他进来我都大感不妙。哎，我家开锁。哦，开锁的。
所以就是拿那个开锁，然后去开那个。大叔要我们拿开锁工具去拿去那个啊，应该说我们解完这个东西之后就可以拿到开锁工具。那我们要去哪里啊？不是去绿绿的地方吗？那你是金黄色哎、欸。哦，看到了。我想要拿开锁工具。非主线附近探索以寻找入口。开锁工具没有啊？然后它是任务的奖品。对啊，他就叫我转任务，他就给我。寻找机器，一定是圣子怡安装的。绿色的嘛，哦，通讯失灵了，我终于看到了。哦，绿色的那种。亮亮的。古墓奇兵以前是到处都有解谜，可是到最近这几代都是改成会有一个地方，然后让你做一个解谜，什么洞穴啊，什么古墓啊那种。不是一样。就不像以前处处都要解谜。不是一样。不一样吧。比较单纯一点吧。我们得从囚犯口中套出更多资讯。如果让康斯坦丁从囚犯口中套出更多资讯，是那个要破坏的。这是两件攀比的悲剧。不过，前两个月份就对岗位的技巧有信心。我们岗位是一些移民的领袖，他一定知道有关神圣资源的事情。找出他的弱点。我刚才我讲一个。北七白雪公主的故事给你听。我可以找到这个囚犯。从很久很久以前。啊，战斗刀。缺乏装备。我光从那边插下去。这应该没插吧？他应该还是会摔死的、啊。会啊，可是刚刚那个高度应该还好而已。嗯。我刚破坏了几个，两个而已。对。哎、欸，卤蛋，你用三种不同的腔调讲八七，你就是白痴，又不是这样。要三种不同的腔调，我没有办法。对对，国语、台语、英语。我觉得这个北七。快啦，快啦！你是 N 属性七，强调他想要，这叫做北七的最高奥义。有钱拿、啊。讲，没有哎、欸。哎，狼。没有。哎呦！死鱼啊！屁股被咬死。啊！我觉得这狼这么强啊！狼超强，我想说我劈他两下就死。你刚刚用弓往头上射，那我们不是应该有魔神剑一类的吗？哎，两个吧，刚刚破坏了，不知道算不算？这边好像就都还没有破坏掉，用重新。对啊，我看到绿色军队，我们要进去。最近这人跳着走就坏了。哦，对，完全遗忘跑步这个系统。这些记录，他们不是鳄鱼，嗯，也许是一种警告。那个射下来能干嘛？这个吗？这个只是那个吧。那个是进去支线的。哦哦，这个、哦。进去支线哦哦。那快进去，里面有宝拿，里面有解谜哦，快挑战你的智商。我想要先拿那个啊。你是不是北七就看这一站了？没有，我只想要先把支线解。我看到一个在最上面，有一个绿色，然后这个洞里面是大狼。那不要进去就好了。是啊。哎，那你要不要改枪啊？改枪再进去。拿弓。把命出来。有来，上面有，不是很明显。停住了。有死啊死啊！可能要打头还是怎么样？对，右边来了。哎、欸，有红哎、欸，它不是有红点吗？那个红点把它射下去啊。可是因为这边你看这样很暗。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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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减价一点，白银时间好吗？刚才鸡皮回家，哎，吓死人哦！妈，那个狼也，哦，拔一下，闹背呢，吓死了。左边出来了。哎，来了。好，哎，歪了。啊！我补。
枪。好嘞！哇！哇，那尸体为什么挡路？是有一次还在外面，不知道会不会跑回来。哎，好像没有。怎么那么暗啊？对啊，就我跟你说，这里面不能战斗，又急又暗。我发现你看大荧幕还比较亮哎。我觉得差不多，其实。嗯，狼肉。哎，金币。给钱。哦地图，原来这边的地图这么爽啊，这样就可以拿到地图了。那看一下小地图。小地图，我看。这样子。是这个吗？有。我们就可以知道附近哪边有什么东西。嗯。然后我要先赶快去解支线。他刚是从那边绕出去，然后摇。我先往上。对，你不是在玩刺客，好不好？不给我爬的。跳。哎咻。鸟巢。哎，那个洞穴是不是可以进去？来蠕动一下。我这边在干嘛？哦，这边爬。哎。我靠，这里。太难。那么远，上面。可是好像拿手连跳。二段跳。哦，我先按住。然后再一路滑下去。大家不用紧张，不要制造紧张感，好吧？想说，哎，有提示，按一下好了。我要去右边，哎，这是鸟巢是什么？该不会是什么收集品？是这样吗？可以。嗯。哦，哪里？三根羽毛，可以做羽绒被。我靠。然后是做剑士。右边那边有一个圣光。哎，我要跳这边吗？跳过去。他这任务还蛮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开锁工具一定方便。嗯。而且我也想要去解非主线古墓。哇，臂力真好哦！噔噔噔！好，那边来一个。没事。我还有摔死。哎呦，滑哦！哎呦，滑哦！溜滑梯。溜哦！啊，怎么办？可要从前面。不是，也有可能。有这么远吗？我先走这边看看。这个好像是我之前来的地方，那应该就不在这边，应该在后面有路会上。你为什么这么右滑？抱歉。哎，怎么受到这地图？反应好慢哦，那个。跑嘞！哎，可以砍他了，砍他。跑嘞！我觉得有点烂。不是，这很难砍。根本砍不到吧？回来。哎，有了。回来。你为什么跑这么快？从台北一路砍到宜兰才解决。难砍的哦。
松鼠，松鼠。哎、欸、我，哇松鼠，算了，我还是先截图，先截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支线，支线那个。看起来是、欸、有一个洞。这洞感觉有狼。感觉有人，有声音。这个是什么？往那边上去。哎咻！我的营地。然后跑去跟他回报。这你就没有自己想要买来玩吗？因为他是那个 Xbox。对啊，哦，你没有 Xbox。对，我就想要买。这能不能增加攻击力？包裹物，你现在变拉变远距离就对了。然、嗯、后有材料可以，可以干嘛？做啊，算身筋膜刀刃，提升支撑力。可你不知道提升这些东西可以干嘛？我觉得要提升攻击力。我知道你的工作很重要，长度。但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不过这件事仍然让我学了。哎、欸，可以啊，可以啊。回想起来，搭建器，搭建器，射速，速度拉快一点，这样。反正现在没有新的弓，就拿一把烂弓打。手起刀落，像什么回报？来回砍了三天三夜。手起，包括那个鹿啊，都没抓过。小鹿们的母亲，怎么刚好那一只用母的？好笑。十算。哎、欸，那个电阻器你猜了没？瞬间好像飞超远，空中飘，空中停止。Michael Jordan， 哇、哦，左边，哎呦，这个去打篮球一定有前途，是不是？而且论真实性，真实性也没有很高、啊，懂吗？这款游戏吗？对啊，妈一天到晚在跟我讲真实性，听到快气死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你怨念好深哦，你是常被说的。一天到晚在真实性，不知道在真的。到底在干嘛？我要去找那个叫什么民兵的。民兵？对啊，我要回去回报啊，才可以拿。你开一下那个地图。他一定在一开始那边，然后我想回。我摔死，连滚带爬哎。哦，什么声音？嗯，刚才那个，嗯，是这个吗？不知道。No， 不是，另外怪声。哎，你死小孩在哪里啊？出来讲啊！应该在这里吧？哎，天哪，你的愤怒能力好好。我觉得印象中的就是他。完成了，那些终极器都被关闭了。妈，他不是不会自己去毁掉，又没有敌人啊，懒惰死。如果站在我这边，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啊，可以使用什么？开锁工具。是。马上开他家。可以。我超爱开锁啊！只是这样开哦，好失落。复合哦，好棒。这样我可以拿到一把复合弓了吗？暴击率超高、喔。哦，哇，要找到所有零件哦、喔，好浪费时间游戏哦。对吧？你看，这时候如果有金手指，已经超简单的。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不断在重复一样的事情。顶多就是下去古迹的时候比较刺激一点吧。给个酷弓还是什么的就好了。快点！上面是有什么？没有，我荡过去。哦。这里有一个刚刚没有开的。你还记得哦？记得啊。那时候我已经忘了。因为你就是北齐。
但其实我也没拿到。一个苦苦偷。哎、欸，地上刚好零件哎，没有吗？那不能拿。我好像已经满了。子弹啊。已满。啊，这样去那个刚刚不是有什么非主线的，在一个那个什么打断地方。打下来让它破坏掉。要找一下。开鹰眼。黄色那边吗？有一面旗子，旗子好像可以烧掉。就烧那个好像也有加金。苏联的旗子。嗯。哎，箱子。这是一个箱子。哦，是超级箱子。全家福照片。为什么要放在那个箱子里？不懂。比较珍藏。那、啊、这要怎么再上去？找不到路了。哦，这个吧、嗯，看起来是这个。喂、嗯，有这箱子。哪里？是吗？对。它好像可以开的。奇怪，它也不需要开手工，居然每一个都这样开不得了，并没有插，半自动手枪。你找到三分之十。看它、啊、如果漏掉，不就他妈少一个武器？那个蓝色，哎、欸，旗子，哦，旗子那么黄，你是不是绕一大圈啊？这么可以荡过去吧？这么远？啊啊！是不是可以？可以。我看你又缺刀是是，六刀。那是之后又会再回来这里的意思？拿刀好麻烦哦。麻烦，然后我要去打非主线的。气死哎、欸！这里这里，下面。麻烦的东西。这。打，不懂哦。我怎么下去？嗯、直接跳下去。不行。哎，这个好像是飞到对面。差不多。还是飞到对面，你要叫我重新下去就可以。这个好像不行，这下去死了。OK。没事，活得好好的。哎，他刚才在右边。哎、欸、哎，妈、欸、啦！最瞎哎、欸！大家不用紧张，开个灯快，看不到了。他好像自己会开，真的吗？够暗的时候，他就会对、嗯，拿起他的荧光，荧光棒棒。嗯。似乎在匆忙中被遗弃了。被遗弃。苏联人在这里找到了什么东西？找到了什么东西？那是门吗？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东西。哪里有什么东西？好暗哦，都看不清楚。这里有什么东西？哦，再走过去。OK， reloading。哦哦，摔死！哎，找到古墓了。像流水，听起来好像很多。哇，突然长出来的树哎！箱子，耶！押运着城市。王国的钱币。底下有一个城市，我都可以跳，勾住，翻，啾。那我下面是水的话，直接跳下去的，应该也没事。嗯，看你这么身段嘛。嗯，好危险。翻，哎、欸，你在哈啥小？跳跳，好紧张哦。对。哦，箱子，箱子，这么多箱子。先知的猪，先知的猪。哦哦，底下那什么，这下去就冷死了吧？哦，这只是一个电风扇，然后尼斯湖大水怪之类的。电风扇？这是一种机器还是啥？底下有。那、啊、这是怎样？为什么就是这么深？不知道去哪里？走断跳！我真是让人家想要一探究竟。那也是往上爬、啊。这是刚下来的地方吗？看不出来，是刚刚那边看看。潜下去看看。有可能是解完谜之后要我回去的地方。哦，应该是，就出口。
以内。哦，你用鹰眼看一下，那一定是蓄水池的一部分。行了。嗯，转。这下去就 GG 了，你可千万不要。时间算了，哇。路，钱币，所以这是回去而已。下面的路，密道，这下去，垃圾桶，货真价实。哎，亮亮，遗迹有垃圾桶，弓，箭矢，哎，红色的，哦，油灯吗？一类的，大爆射。喷嘴水，我前面有火光，没有人来过的古墓，然后还有油这样。这不合理哦，这不合理啊！为什么有火？有火，有来过。因为好像可以点技能，我還看好不容易可以点技能，就会进广告，太可怜。等下让我点技能。那我减少什么？爆炸和火焰，坚若磐石，钢筋铁骨，减少敌人射击与近战攻击造成伤害，和实质性效果相关。延长完成闪避反击可使用的时限。额外经验值，猎人，取回剑齿，集气稳定时间。这个罗拉怎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是一定的、啊。探狱主，脸遭臭。不要找到古墓了，你在闷什么？这种地方应该可以记录。有啊，刚碰了火就有记吗？哦，对啊。嗯、好啦，我们要进广告了啊。哎、欸。啊，我先颁奖品。啊，干嘛？为什么是卢大？为什么我没有完成任务啊？啊，我有完成啊。有，好不好？有啊。快把它标出来，我要吃。这是什么？雪纺精品优格。就一个算吧。对啊。八七啊，这叫北七啊。有啊，问问他。有啊，他有说八七。看你们两个都是北七。四三倒带，倒带，倒带。观众都说有。好啦，等一下赏你们吃两口，人最好了，好不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近都会把给应该给我们钱来花在这种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就是什么优格还是干嘛的。奖品吧，哎，这很高级耶。那我怎么样？不给我钱？高级耶，喂你吃还不够呀？对啊。八八七，好了，我讲了，可以吃了吧？三个，要讲三次八七啦。好，谢谢大家，我们进了广告，等一下回来呢，好像有来宾。